2016年9月30号，现在是6:57，接近7点，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河畔，在整个莱佛士饭店的正前方上方有个彩虹。耶，你看一下，哇！什么叫做站？你要看就知道。你去英国又看到哦？张路没有，就这边照的。好啊好啊，等一下回你再分享到幸福到新加坡，哇塞，哇这黄金的金沙你看，哇塞，这阳光好，哇塞，你选的这个时间坐船真的太棒了，哇哟，真的时间 just make 哦，哇塞 unbelievable。前面这个就是 Fullerton， 哇！哇！我给我曾经来过那些校长朋友，他们觉得。叫什么？我到。右边那个是最棒的，叫 Fullerton。那啊，这个是高高的，这是 UB。世界最大的吗？哇！高楼大厦看到了吧？厉害吧？哇塞，真的是安德烈佩服。啊，这种天空很难得，真的是太棒了。Cavenna Bridge。哎呦，哇！同学，你这次的那个公司要发了。我们去年哦，我们去年去九州的时候，九州发大大大红包。哇，真的是太棒太棒了。要不要再来一个脚？好像这个支撑我肚子啊。说小腹啦，像我都比较胖了，你不要跟我一样，知道吗？